哎，你真的给我下来。嗨，晚上好。我的妆都已经花的不行了，我最近皮肤有点差，因为每天就是有一点点太放肆了。对呀，发动机又在打轰隆隆的呢。小五把我置顶了，哼！五博涵，微信不用可以卸掉，哼！气死我了，五博涵！为什么说我是水浒啊？但是真的，他从来没有立马回过我微信，气死我了。每次我给他发微信，他都要过起码半天才可以才回我。而且你们知道吗？我今天下午给他打了好多个语音电话，他都不接。吴不涵，微信不用可以卸掉，谢谢巧克力。机长今天很帅，真假的？我觉得我，哎呀，我得好好护一下肤了，皮肤太差了。谢谢大拇哥送的一叠，谢谢你哦！拍拍拍，你们都这么说了，我能不拍照吗？我等下播了之后就拍照。其实我本来今天晚上本来打算给你们播《分手厨房》的，但是我高估了我自己的这个体力，太累了，所以感觉有点玩不动游戏了，我就明天再给大家播。谢谢反指标送的皇冠，拿出魔法棒。所有善良皇冠是你配，为我加冕。呜呜。说实话，我昨天只是，哎呀，你这不是故意唱错的吗？说实话，我昨天好像只睡了，我想想看，睡了几个小时？三个半小时，牛吧？哼。就是我最近作息很差，而且就是很困很累，但是我就睡不着，感觉可能是生物钟它有点调不过来了，你们知道吗？谢谢小范同学送的权杖，谢谢你，拿出魔法棒，我要让世界变漂亮。我要让星星都发光，把每个角落照亮。说实话，我最近老是得去玩那个，得去 H 队的那个阿瓦隆。我说我老是被逮去 H 队的那个阿瓦隆局，好玩是挺好玩的，但是就是有一点点累，你知道吧？然后昨天晚上就稍微玩，因为他们缺人，所以我就稍微玩了两局之后，然后又被逮去帮人拍抖音，然后杨晶晶又上了猫德班，看来，哎呦，看来这猫德班没用啊！你忘了猫德班了？阿瓦隆比狼人杀，怎么说呢？阿瓦隆比狼人杀轻松一些，我觉得。我觉得阿瓦隆比狼人杀轻松很多，每次狼人杀你要想半天盘半天发言，对，而且不会死人，就比较有参与感。
暴龙就是一个也是那种桌游吧，然后它也是分好人坏人阵营，然后但是它比狼人杀简单一些，我个人觉得，而且可以开玩笑，真的很烦。你们知道湖中仙女吗？这个角色，哎，不是角色，这个任务吧，就是，然后不是可以验人吗？然后有一次，因为我自己是坏人，然后我那会已经被他们揭穿，就是已经没办法，已经确认我是坏人了。然后我刚好还是狐仙，然后我就要验人，然后我就去验了另外一个人，我就因为我是坏人嘛，我说好说坏都无所谓了，我就这样子。然后从那天开始，所有湖中仙都是。我说好，我换一个梗。我说下一次我要再当一个坏湖中仙的话，我就这样子。谢谢嘉兴路尼彩送的夜蝶，谢谢你哦。好久没有跟大家好好聊聊了的感觉，对吧？虽然最近一直在播，谢谢花花，确实。下午和大家见面有什么趣事分享吗？其实今天都还好，我本来觉得就挺正常的，结果没有想到。没有想到，就是当我不是在可爱房间里面跟你说啊，那个粉丝，然后因为我可以看到他的画面，然后他就开始了之后，他一直不说话，然后我就很疑惑，我想说啊，为什么不说话？我就一直在说，我说 ，hello， 听得到吗 ？hello hello， 因为你知道那个画面里头他老好像还笑了，然后我就以为他是听得到我的声音，但他不想跟我说话，我就说。啊，拜托你跟我讲两句话吧，你为什么不跟人家讲话？你不跟我讲话我很伤心的。然后他也不理我，然后但是我可以看到他画面，然后他好像在微笑，然后我就以为他是故意的，我说这人的钱是大风吹来的吗？我说为什么，因为我听说今天这个小店员这个券很贵嘛，我说为什么这么贵的券他来找我店员他不说话，是不是有点过分？我说可能这就是大风吹来的钱就不怎么重要吧。然后我还说如果你要是能听到我说话的话，你就给我比个一。然后他也不说话，他就似笑非笑。然后我心里我就想，结果居然是 bug， 贵到想做黄牛，确实感觉都可以当做一个理财产品了。谢谢玉米糊糊送的夜蝶，谢谢你哟。因为为什么我不觉得 bug 呢？是因为我这边看他的画面很流畅，然后他也没有说话，他也没有说什么哎呀好像卡了，哎呀怎么看不到你啊之类的话。没关系了，下次如果要是真的就是他这个利润还这么高的话，你们就出掉吧，理财产品吧，没有关系的，没有关系的啦，就是没有关系了。然后就是，开玩笑的啦，我很想跟他见面的，不跟大家见面我很难过的。但是就是这个云店员这一次体验比之前好很多，哎，就是之前真的老，我之前每次一有基本上每一个人来前20秒吧都在说喂喂喂，听得到吗听得到吗，我听不到你，你听到我吗，就这样。这一次就还挺顺畅的，因为好像专门为了这个云店员搞了一个 WiFi， 搞了一个网络。
之前是在咖啡厅，咖啡厅的网就真的不咋地。但今天也有网差的，但一般网差都是国外的朋友，这确实是有点难了。这是救护车的声音还是警车的声音？最近我为什么要抓我呀？啊，这是消防车。我觉得最近老听到这声音。我怎么诈骗了？我没有。我是偷窃罪吧，偷走了你们的心。谢谢小张送的夜蝶，谢谢你哟。你的心有一道墙，但我发现一扇窗。而且我发现今天其实感觉就是预约上的，很大一部分是国外粉丝，因为他们有天然时差优势。我以为他这个开放预约的时间是统一的，结果今天才知道，不是统一的，他居然是随机的，我无法理解，我真的无法理解，我们公司为什么能这么随意啊？我以为是统一，我说我统一的，为什么大家？啊，因为有的人跟我说他刷了一整晚，我说不必吧，我真的没有火到这种程度啊。然后他跟我说，因为他不知道就是到底几点钟开始嘛。谢谢不吃糖小孩送的夜蝶，谢谢你哦。而且今天还挺神奇的，因为有好多粉丝，就是感觉，都是通过今天第一次，就是通过这个云店员活动第一次见到脸，我觉得好神奇啊！接夜排，明天还有吗？明天哪个队啊？对，感谢互联网，谢谢花花。之后我觉得肯定还有的啦，如果要是线下无法恢复的话，今天有人找我面试，然后我不知道他就是那个朋友，他面试是考研的那个复试，我以为他是面试那个工作。他说要模拟一下，我说好，请问你的理想薪资是多少呢？把人家给问傻了。他心中应该很无语吧？有不露脸的吗？可以不露脸，但今天好像都露脸了呀。考研复试怎么面？我也不知道啊。我说你不要紧张。他说见我比见导师紧张。我说好。晶晶没有带下去哦，因为杨晶晶她太闹腾了，而且下面人太多了，我怕她应激。而且为什么今天，其实到最后5分钟的时候，那会儿我队列不是没人了嘛，然后我就想走，然后 staff 你哥哥死都不让我走，说哎呀你万一等会还有人压点来呢，结果你们居然根本不能预约，哼。男粉多还是女粉多？我现在男粉女粉一半一半吧，水退爱压点。
好幽默呀你，别笑死我。谢谢愿做你的太空备忘记送的一叠，谢谢你哟。今天漂亮吗？今天运动员。谢谢七七七送的夜蝶，谢谢你。墨镜一爱一戴，谁都不爱。我开玩笑的，没有真让你们那个的意思，我晕倒。拍抖音可以拍，但拍什么啊？这一身哎，我是想拍那个啦啦啦啦啦啦啦，但是这一身适合吗？不应该穿辣妹一点拍那个吗？啊，对，可以拍那个Me and the PS5 Tell me 噔噔噔噔噔噔噔。做我女朋友，哎，做我女朋友，哎哎。这个墨镜有点小。啊，不行哦，你们是妈粉，你们是我的生命粉。别答应我，我是说要事业粉啊，可是你们不是说都是我生命粉，那我也不能强逼你们当我的事业粉。真的至于吗？因为我觉得我今天，我最近化妆技术好像有点，可能是因为就是人在这个中心待久了，有点散漫，可能是因为这个吧。啊，知道了，会拍抖音也会拍照的。我受到危险，被眼神欺骗。之后如果是握手会的话，应该时间会更长一些了。It doesn't matter. 梦的参与，没有啊，你现在也在跟我，对吧？也在跟我，我们视频通话呢，不算浪费。对呀、啊，看不到你们。Of course， 双手都知道，为什么舞蹈？要不然我浅开一个小时视频翻牌吧，怎么样？等直播结束我去开。谢谢塔塔宝贝
送的夜蝶，谢谢你。就开一个小时哦，哦，一个小时会不会太久了？我突然有点害怕，怎么回事？我开半个小时还是十五分钟呢？可是如果有人，好吧。那他没有看这个直播是他的损失。确实，十五分钟是不是不够打字儿啊？要不你现在打好吧。那我开二十分钟吧，好不好？我们各进各这叫什么？我们各进一各退一步。我下播之后开二十分钟。也没有，就是没必要一定要发，只是因为我想着，嗯，对吧，也算是一种种小小的弥补，虽然也不能说是弥补吧，但是我突然想不起来。公开都可以啊，我还没调价格呢，你不要现在给我发，那你现在给我发，哦，我也是不拒绝的。现在发的话价格是好像是7260鸡腿啊，你要现在给人家发的话，人家也是觉得很 OK 的啦。定价定价1000会不会太贵啊？谢谢彻住白鹿送的夜蝶，谢谢你。谢谢白开水，超甜的，送的全照，谢谢你哟。魔法棒，我要让世界变漂亮，我要让星星都发光，我每个角落照亮。好，那2000，不，1726，可以吧？反正就一定要沾个边。要不然店员的朋友突然觉得自己亏了，怎么会这样？对啊，自己给自己抬价真的很好笑，各位。那我谢谢你们了。
那要不就7260吧，好吗？既然大家这么喜欢排价的话，那我不改了。开玩笑，开玩笑，等会儿去改。睡了，晚安。哎，学挺快啊。对啊，想加你们可以自己加的哟。好啦，我就定这个了，不开玩笑了。然后等会开20分钟，因为我想就这身衣服翻了，然后反正就尽量这身衣服给大家翻掉。今天大家看得开心吗？哎呦，差一点点。我觉得他最后，我都走到半决赛让我输了，半决赛输了，还不如一开始就别让我进呢，好 so sad。 确实，那倒也是了，输给冠军不丢人。确实，我那个抽签轮空，我打开那一瞬间，我整个震惊，我说哇，嚯！2022，看来我是真的要起飞了，不得不说。记得8800啊，但是那我就那可是我说实话，我集团这么多年了，我就中过那一次大奖。那倒也是啊，确实运气别用在这种地方。但是其实吧，家人们，你们有没有考虑过一个问题，就是运气这个东西吧，他不是说这一次你在这种小地方，就是他不是说这种小地方你运气不好你就之后就对吧，运气好的人一直都会运气好。 PV 不是不用出钱吧，我们是小成本运营， PV 出钱就是说咱们确实是有点出不起啊，家人们，平时奖金什么的小钱吃饭什么的我出就是可以出，但是 PV 咱真是出不起。谢谢天会成长送的皇冠，谢谢天会成长，祝天会成长越来越成长，成长越来越好。我知道他是基金了啊，我要感谢一下，谢谢刚刚那个晚上就是公演的时候，谢谢 Root 不吃鱼送的2个皇冠，谢谢你。然后还有眼底江山送的1个皇冠，谢谢你。虽然不知道此时此刻这两位朋友应该看到的感谢了，延迟感谢一下。蝴蝶犬，对啊，那偷就得偷着补回来，都记住 ID。 哇，人家给我送礼物还记不住他 ID， 我是不是太过分了？家人们，咱们就是说端起你的饭碗就好好端着。对呀，诚信商人。谢谢花花。
我意思就是我一直端着我的饭碗，我特别爱我的饭碗。而且今天真的，你们都不相信我的记忆力。哎哎呀呀，按错了，按错了，按错了！哎哎呀呀呀呀，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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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巴达蹦的鸣叫送的夜笛，谢谢你哦。真的，今天店员的时候，就是老是有人感叹说：“哎，你居然记得。”我说我记忆力真的很好啊，不相信我。啊，算了，还是不要立这种 flag 了。我感觉我所有的记忆力都用在这上面了，然后就导致我现在在其他方面记忆力好像不太好。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少女偶像的职业素养。不要太夸，别夸。别夸，谢谢鱼送的黄瓜，谢谢你哟。所有善良皇冠是你为我加冕。呜呼！我最近好喜欢小菊前面这首歌。十字路口，让这城市就像座迷宫，车水马龙，每个人似乎都有虚空。面对早来熟悉的故事，没关系啊，你是盗版就盗版呗，反正那你送的皇冠不是盗版的就行。像谁会明白为何如意缠身，飞得再高也就像只风筝，自命不凡却受可惜的伤。我说的是实话呀，就是对吧，你送的是真的，然后你取的人家的 ID， 那这份就是属于别人的，我无所谓呀。这首歌叫做《红》，彩虹的红，是小菊前辈的。这里去扮演局外人了，当夜深关上门才敢承认被爱反而觉得冷。谢谢奶茶哟。我觉得小菊的前辈的声音音色真的很特别，虽然我本人的音色也很特别了，你们听应该都看过我们翻唱那个就是娜姐的声乐小课堂的那个夏天的风，我跟王瑞琪那一期，我感觉我的声音真的很明显，超明显。但你们知道吗，就是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会有人说我声音听起来比较吵嘛，但其实我这么说话的话声音是不吵的，但是就是我的那个发声方式不正确，说实话。没有啦，每个人的那个审美不一样嘛。你们其实说实话，我想到一个很搞笑的事情，就是那天那个就是那个运动会那天，然后不是就是其实产生了一些争议嘛，然后就有人，你们可能就不要担心我，
然后就有人给我发私信说不要在意那些如果有人骂你的话不要在意，然后下一条就是一个骂我的。我当时起床我看到那个私信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好笑啊。对啊，我现在心态很好哎，说实话，我现在心态真的很好。因为我就是觉得，因为我现在的心态是什么呢？我现在心态就是，不管你干什么都会有人骂你的，而且，要是你这个人吧，你要是他不火到一定程度，还没人来骂你。这至少说明你这个人还是有一点点火的，而且很多人骂你，他也不是说真的，可能就是，出自啊，他真的觉得这个东西不好，所以他骂你，他骂你，他也有可能是有一些别有用心，他希望你能心态爆炸。我之前就跟你们说过了，我现在就是说真的，我现在就是心态挺好的，只要不是我的粉丝来误会我，我的心态都很好。但是你们骂我，我就会、啊、谢谢花花。这个叫做海豚，是 Oh My Go 的歌。谢谢县长来了，今天就有了送的夜蝶，谢谢你。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之间也会产生一些误会啊。我之前也跟你们说过，我现在不在意就是别人的言论，我只在意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的言论。对，要及时沟通。而且我最近有在看，就是那个水推夜谈，好有意思啊。哇，辛苦了，夸夸。在超话里头，你们看了吗？我觉得好有意思啊，就是可能是因为匿名嘛，所以大家都不当哑巴了。如果没有看的人也可以去看一看，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也可以踊跃参加哟，反正是匿名哦，你就算骂了 YBY 也不知道你在骂，是你在骂 YBY 哦。有这种好机会你可要赶紧去，有话就说哟。错过这个村可没有这个店了哟。你要但是你要骂我的话，被我知道了的话，我就在我的心里给你减一分。满分100分。谢谢花花。什么不要这么小气啊，我说过我对你们的容忍度很高的，太爱你们了啊，不要太爱啊杨冰一。干嘛啦？我都说了不许打问号，打波波。
嘛啦？我每次表达爱意的时候，你们此时此刻应该说我也爱你哦，宝贝。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哎，怪不好意思。为啥在屋里戴墨镜？我乐意。去哪了？我手机不见了，不会吧？不是，是另外一个手机，有笨蛋。我知道我可爱，别夸了，别夸了，好吧，你再夸夸吧。因为水退太老实了，我怕我说别夸，然后就真的不夸了。我不记得我那个手机号码是多少。我不希望你孤单的去面对这个喧哗世界，喧哗世界。我不希望你孤单的去面对这个喧哗世界，喧哗世。配合一下，你们不知道这个梗吗？我找了半天的手机就是为了玩这个梗，居然你们不知道。我们再来一次好吗？你们现在要说啊，我怎么会在这儿？你是谁？我是你们最爱的宝贝，单推手推一辈子的推。对花世界，你不希望你孤单的去面对这个喧哗世界，喧哗世界，
哎，我不希望你孤单的去面对这个喧哗世界，喧哗世界，哎哎，永远。刚有人点歌，我浅唱一下吧。而且因为那首歌我会唱。我点歌好像只需要1000鸡腿的，你没有必要给我那么多鸡腿，但是你既然给了，那我就收了。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甜，让你今夜都好眠。我的小鬼小鬼，豆豆啊，倦的时候有个人陪。哎呀呀呀呀呀，我的宝贝，让你知道你最美啊，宝贝，给你一点甜甜，让你今夜都好眠。我的小鬼小鬼，黏黏你的笑脸，让你喜欢整个明天。哎呀呀呀呀呀，我的宝贝，我涨价了吗？哎呀呀呀呀呀，我的宝贝，让你知道你最美。宝贝，孤单时有人把你身边。哎呀呀呀呀呀，我的宝贝，让你知道你最美。什么时候涨价了？我没堵麦。啊，这样吧，我在网易云上面给你们唱，因为我觉得他这个收音效果太差了。我什么时候涨价的？真不好，怪不好意思，我什么时候涨价的？我真不知道，我真没这记忆了。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甜，让你今夜都好眠。我的小鬼小鬼，逗逗你的眉眼，让你喜欢这世界。哇啦啦啦啦啦，我的宝贝，倦的时候有个人陪。哎呀呀呀呀呀，我的宝贝，让你知道你最美。我觉得可能是刚刚一不小心照到了自己。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甜，让你今夜很好眠。我的小鬼累，喝口水。小鬼，逗逗你的笑脸，让你喜欢整个明天。哇啦啦啦啦啦，我的宝贝，倦的时候。谢谢该用户很懒 DIY 送的黄果碗，谢谢你，虽然它又没有特效，但是我看到了，谢谢你哟。哇啦啦啦啦啦，我的宝贝，倦的时候人把你想念。哎呀呀呀呀呀，我的宝贝，让你知道你最美。今天有个人艾特我了一个，哎，是艾特我还是分享给我一个视频，就是，对，就是
就是那个有个苹果，有个催你喝水的杯子，我笑死。我觉得那个东西吧，对于我们这种真正不爱喝水的人来说，应该没用。我的宝贝，倦的时候有个人陪。哎呀呀呀呀呀，我的宝贝，原来知道你最美。要你知道你最美。谢谢你哦，也祝你今晚做个好梦，睡一个好觉。不行，我真的很不爱喝水啊，怎么办啊？他就是我不喜欢没味道的东西。自甘堕落这一次，把对立发挥极致，我们经得起几次测试。与其泪千般下至坟墓斟酌的山谷。啊，好吧。我前面回避了一个问题，就是我的那个网易云歌单里头不是添加几首 beat 吗？但是说实话吧，我忘记了你们能看到我网易云喜欢这件事情。然后有人来问我说，我就哎，竟然无语呀、啊是在挑战一些新的东西嘛，但是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我能不能挑战出来，因为我感觉我好像在这个上面好像确实是没有什么天赋。因为我不知道，我有尝试，我之前不是有那个夜谈里头有说在写词儿，然后我基本上把，就是我后来就这两天把那个词写完了，然后自己再试着哼调调，但是我就总觉得怎么说呢，就是我总感觉我哼的那个调调就让我似曾相识。虽然我就有哼给王瑞琪啊、郝静怡啊、冉蔚他们听，但是又感觉总觉得很熟悉。那肯定慢慢来啊，这东西我想快我也快不起来，而且我也不知道我哼写这个东西哼的这个调它到底好不好听。还挺有意思的，说实话。但是反正成果吧，大家不要抱有太大期待，你们可以抱有就是它可能会是一首今天开始我要自己上厕所，爸爸妈妈你们不要小看我，这种程度是可以期待一下。谢谢你啊，传唱度还挺高，可还行。
我有录，我有就是想到调调，我就有用备忘语音备忘录记下来。我就很小声，我就哼一点点。说实话，就是，我们狮子座吧，就是在这种，如果是自己不擅长的方向。就会很害羞，因为没有自信。安的我，对呀，我跟你们讲个很无语的事情，就是。我前两天晚上不是收拾了房间吗？我现在有两个一模一样的相机了。很无语啊，家人们。因为是这样的，我记得吧，就是这个事情真的有点离谱。离谱到什么程度呢？我是什么时候，这是我第一个买的相机，然后当时吧，我就记得好像是少女革命这场公演完之后，我就再也找不到它了。少女革命那是什么时候？那可是2020年12月27号的事儿。而前两天，2022年3月16号还是17号，我收拾房间，我居然翻到了这个相机，是我去年年末的时候买的，就隔了一年，我实在是找不到它了，然后我就买了一个。不过这个相机买的是二手的，因为我觉得没必要。我打算先朋友圈问一下有没有成员想要，可以便宜一点卖出掉。真的很无语，我真的很无语。我收拾东西，打开那个袋子，看到那个相机那一瞬间，我整个人冰冻了。因为当时我真的是找了半天，哪都找过了，然后还让阿姨跟我一起找，就是死活都找不到。有的时候真的很离谱啊，就这种事情真的很离谱。在我的一个迪士尼的袋子里头，我看一看啊，这里头有什么素材吗？有我们周年公演的素材，还有段宇轩生日会的素材，怎么会这个样子？可想而知，真的很久远。
然后就是周年公演的素材，然后还有哇，好多东西啊，其实啊，不剪啊，这都是以前的素材了，我不想发出来，太久远了。而且都很碎，我看了一下，很碎。漏，我说漏，我不发。有一些回忆，就让它永远的留存在相机里头吧。emo 了有点最近休息，不休息，少女偶像不能休息，搞时间。这两天发一个 vlog， 我剪了一半了，呱呱送的权杖，谢谢你哦！拿出魔法棒，我要让世界变漂亮。谢谢 ZZZZ 送的一叠，谢谢你。我爱搞事业，搞事业多快乐！你在事业上获得成就，那种快乐，那种成就感是无与伦比的。说实话，谢谢女朋友。上次那个 Q&A 我老是想找一天就是正儿八经的我做了造型的时候录，但是吧，每次做造型的时候都抽不出时间来录，所以我在想26号结束了之后就是那个剧本杀去录。因为我平时不做，我自己不会搞头发，然后我就觉得我平时那个头发太丑了，我受不了。你要我想如果去录这个东西的话，正儿八经的那就人就漂亮点去录嘛。今天是因为店员，所以就有人做头发，但是现在已经这么晚了，而且我妆都花了。看到时候是几点钟开始那个剧本杀？你们知道吗？本来那个剧本杀当时是这样的，就是如果因为本来它是分狼人杀和剧本杀嘛，然后狼人杀是12个人，剧本杀10个人，然后大家都不想玩狼人杀，然后就改成剧本杀，然后这样子的话就有2个人，他。就要轮空了，然后当时就投骰子，然后我吓死了。来快跟我跳，差点
我就完不成剧本杀了，我会很难过的。对啊，是好的呀，特别好笑。当时第一轮是说，也不是，就是当时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一共就要选两个人嘛，就是一组，然后就每组说派一个代表。然后那会儿段元玄他还没醒，然后我就没办法，我赶鸭子上架，就叶总一直在催我，他说你快摇，你要么把你搭档叫醒，要么你摇。然后我心想，就不能让我等等？他说大家都在等着你呢，后面还有后面的安排呢，他道德绑架我。我说那好吧，我就毕业，我摇了，结果就是说实话，这话说出来有点凡尔赛吧。当时我在那犹豫半天，我说不行，不行，我真的不能摇这个骰子，不行，我真不行，因为它是点数越小越好。然后我就很担心，然后袁琪还说要帮我摇，我说不行。然后最后整个就是视死如归啊，而且我还偷摸摸的自己试了好多次，然后就而且试的时候连摇了两个一，我心想完了，这都连摇两个一了，接下来估计摇不出一了，结果还是一。哎呀，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我这个人吧，他就是一。然后就美美，哈哈。他当时是说，就是有两个人不是玩不成嘛，玩不了的话就让这两个人去当裁判，然后这两个人当裁判，他就只能一天当一个人一天裁判。那这样子你就把我跟我的搭档分开了，我们最佳拍档的活动，你怎么能把我跟我的搭档分开呢？不行，捍卫了我的权益。但我觉得我最近这个运气还是可以的啊，我这个手势，我这个手气还是可以的。以后不许有人在抽签的时候跟我说 YBY 你不许碰签了，谁这么说？好，我闭嘴，我少说一些，我就刺你。这首歌叫做来跟我跳舞2019，是康姆士的歌，我刺你。不是，为什么我要说我刺你？是因为最近我们玩阿瓦罗，我老抽到刺客。然后吧，说实话，本人这个聪明智商有点东西，我获得了一个称号“梅林杀手”。没有一个梅林可以逃过刺客杨斌的眼睛。I will watch you。下次阿瓦隆直播吗？也不是不行，之后有机会的话就是找几个人一起。我想到当时前段时间有个朋友，他送了我阿瓦隆这个牌，他现在还在这儿，还在我的这个桌子那个收纳的那个抽屉里头都没拆开。当时他送我这个牌，然后跟我说这个特别好玩，我说哎呀这个东西好难呀，水水不会。然后最近没有一个梅林可以逃过本刺客的眼里。一个就是说纯纯打脸，疯狂爱上，确实。而且我老抽到坏人，真的很离谱。有一天晚上，我连抽了三把刺客，谁懂？谁懂？我真的会谢。
真的就是我后面，然后有一把就是当时谁啊，反正就有人说，我觉得水水这把一定是好人，他都已经连拿了这么多把刺客，他不可能还是坏人。我看着我自己的牌，我就是说有一点点心虚，但是我就对呀，我这把真的是好人，相信我，全场好人跟我走。唉，怎么办呢？没办法呀。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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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坏女人，知道了知道了，家人们会跳通过的。啦啦啦啦啦，我这个人好像是有点反骨的，就很叛逆，没办法，刻在我 DNA 里的东西。背景音乐叫做喜宴，就很叛逆，嘿嘿。而且我最近说实话有点好笑，说实话有点丢人。我不是买了那个大富翁嘛，然后我跟人机玩，我第一个破产了。我本来以为这个游戏就是我作为，对吧，他们是电脑，我作为人，我第一个破产，这游戏应该就结束了吧。结果这游戏它居然是要所有人，就是一定要所有人都破产，直到最后一个赢家胜出才能结束。我被羞辱了，家人们，我以为我输了这游戏就可以结束了。我买了股票啊，我以为我抄底了，结果我被抄家了。啊，我是指大富翁里头的股票啊。对啊，然后我就看人机他们三个人自己在那玩，我没有退出去，因为我实在太好奇最后谁会赢了。然后我看睡着了，我也觉得我有点本领。我太好奇了，我就好奇这个电脑大战到底哪台电脑会胜利。我真的不是搞笑女啊，家人们，我真的不是。我真的不是搞笑女，真的不是。好了，我要准备下播了，下播之前再跟大家聊点真挚的话题。还好也没有很真挚。分分钟都
其实我没有想好怎么组织语言吧，但是就是我最近经常收到一些些建议，我知道大家是就是怎么说呢，肯定是想要我好，然后就会跟我说怎么说呢，就是说我最近其实这个东西我哎呀等一下手机要没电了，就是有人就是会有好多人跟我说就是觉得我最近可能精力都放在这个策划队伍的活动上面，然后就会有很多人建议我就是自己也要就是集中一下，你懂吗，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了。但是然后就会说哎呀，就会有人会担心，他说哎你去做这些事情可能你自己耗费了很多精力，但是除了你或还有就是我粉丝们以外，就是可能大家并不会去在意。其实吧，那当然了我要是粉丝我也只在意我自己的推呀、啊、我就是怎么说呢，确实很难平衡嘛，然后有的时候我也自己也会觉得就是很累，我也不知道这件就是我去做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收获，因为我说实话我很害怕，就是我真的很害怕我做很多事情是自我感动，我不知道这些我去策划这些东西最后的效果到底是好还是坏了，但是呢就怎么说呢，我觉得啊真的吗，因为这个入坑的吗，哇哦是哎呀，我你们知道我现在就是一到这种真挚的话题我会有点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我很害怕我的意思又被误解，然后有可能伤害到你，我特别不想，我不希望因为任何事情让你们误会，让你们觉得我忽略了你们，你们懂吧，我没有怀疑自己啊，但是就是这种东西都说不准的，因为对吧，不知道人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到底是好是坏，我觉得很多东西其实这都很正常，大家本来就是会这样，不可能本来就是应该是你这个人的粉丝会最去关注你，也最能体感同身受吧，我觉得这都很正常，虽然我以前好吧，我现在有时候也会因为这种事情 emo， 但是我现在就觉得反正尽自己的能力吧，而且我觉得队伍好了，在这个队伍里头人才会更好，这是我从我第一次参加从我第二次参加总选开始，从第二年开始就一直是这么觉得的，我知道大家有时候会担心说我太累，或者担心我做的这些从很现实的角度上来说
会没有收益呢？但是我觉得做任何事情都是这样的，还有做任何事情，就是感觉也不是说靠我自己的努力，就是单纯的只是说靠我自己的努力然后就会有收获。我觉得很多时候也需要大家就是跟我一起吧。谢谢呆萌萌爱听 SP 送的皇冠，谢谢你哟。如果你觉得就是没有人关注没有人在意，或者你觉得怎么怎么样，那你就去帮助我帮助我们队获得更多的关注在意，你懂我意思吧。总结一下就是大家都不要当哑巴了，不可以哟，不许当哑巴哟，咱们就是要让全世界都知道。全世界有点太夸张，反正咱们不能当空谷幽兰。其实说实话，就是大家就是最近几次团建，你们没有发现其实大家都很踊跃的参与了吗？我觉得就说实话，很频繁的去搞这个团建是一件很累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大家我们队的大家都有很积极的参与这件事情了，真的。然后包括小五呀、口一呀、娜姐啊，大反正很多人，冉蔚呀、王瑞姐，反正每个人大家都，包括天草，反正每个人啊，不要再节奏啊，我只是，对吧？大家都有参与进来的，包括后辈也有努力参与进来。还有一柳啊，最近海报都是他画的，我真的怕了，你们知道吗？就是我现在我有段时间不敢说话，就是因为我觉得太多人盯着你的一字一句了。谢谢奶茶，所以我现在很敏感，对于这方面我特别敏感，很严谨。反正我真的希望我们队能越来越好，我希望自己越来越好，也希望我们队能越来越好，希望大家都越来越好，希望不要再被，好吧，我又开始悲观了，反正希望可以越来越好吧。唉，突然得真挚，有点流眼泪了。反正就希望今年越来越好吧。如果你觉得你心疼我或者心疼我们，就跟我们一起去让更多人看到我们，让更多人听到我们的声音。这是我想说的话。谢谢奶茶。因为哎呀，我知道就是大家是担心我，然后为我操心，然后就很多人跟我提意见说你要不再搞搞那种 Switch， 你自己玩 Switch 什么的。我也能理解你们，就因为这两次确实搞这种团体直播，我不太有精力顾及到你们，所以我这一点我也觉得很抱歉啊。我也不是很优秀的队长了，我这个人是属于那种
夸奖型选手。就是如果有人夸我，我就会觉得哇好诶，我要继续搞。这些活动也不是我一个人就能去完成的。我也不知道我还会做这个队长当多久，但是我去年话都已经说出来了。说实话，本来去年总选结束之后，我就有很多很多策划，就也好吧，这话说出来有点点马后炮，但是那会儿你们知道我是那种很容易受到鼓舞又很容易受到打击的人。然后有段时间就是我觉得我状态还挺差的，反正多夸夸我们吧。好了，这是我想说的话，我没有别的想说的了，今天想说的真挚话的份额结束了。哎呀呀的，不要说这种让我想流眼泪的话。不过你们不要有负担啊，就不要太有负担，就是我是队长，我有这个责任，但是你们没有责任，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还希望大家都开心，以自己轻松快乐的方式去喜欢我，喜欢我们队啊。当然没有意思就是你一定要喜欢或者一定要喜欢我们队的意思啊。好了，唱一首歌，我要下播了，然后去改一下翻牌的那个视频翻牌，然后20分钟。唱这首歌吧，好久没唱了。你们今天开心吗？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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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就来吧，宝贝。哦，真的吗？好点了，等下个陌生人点亮心里的灯。对与不对，难懂的罗生门，让它掉入交后镜里，拼命向你追。你笑很美，别急着去枯萎，任何的痛苦都不会痛痛白白受罪。你永远是我的宝贝，宝贝。嘿许累了就睡，或许我当你保证，一起把夜当棉被，虚住是非，无论错对。我要唱得多大声，要才能毫无防备。我不要你孤单面对，到现在没告诉谁，那夜其实没睡。我不要你有一个人。我说过我不要你一个人面对。我说过我不要你有一个人。
后进一代，谁也不爱。个愿望，你觉得最后到底几个会成真？几个摔地落空心好疼。有些人就叫你恨，其实他们比你惨。路非得给你比好口，谁敢好没准。浪子的故事很美，整理很疼。 Oh no， 假的宝贝，吹嘘的谁都会吹。因为这个墨镜很小，笑才能毫无防备。我不要你孤单面对，到现在没告诉谁那一夜其实没睡。我不要你有一个人，哎哎哎哎。我说过我不要你孤单面对。我说过我不要你有一个人。你永远是我的宝贝，宝贝宝贝，宝贝宝贝。你永远是我的宝贝，宝贝宝贝，宝贝宝贝。你永远是我的宝贝，宝贝宝贝，宝贝宝贝。你永远是我的宝贝，宝贝宝贝。我要唱得多大声，你笑才能毫无防备。我不要你孤单面对，到现在没告诉谁那夜其实没睡。我不要你有一个人，哎哎哎哎，哎哎哎哎。我说过我不要你孤单面对。我说过我不要你有一个人。好啦，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啦，希望大家谢谢大家的礼物，谢谢大家陪我聊了这么久。好的，晚抱抱。喂，宝贝们晚安哦。拜拜。我去改翻牌啦。20分钟哦。